姜子牙的苏丹，然后录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你们，这首歌叫有何不可，然后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转发评论一下哟。 VAE 这是我即将发表的首张独创专辑，最近一里面的一首推荐曲目，词曲编曲都是我自己，希望这首歌曲能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带给大家一种温暖的感觉。天空好像下雨，我好像住离隔离，沙滩在你家楼下，抬起头数、如果餐厅里出现一架钢琴，我会唱歌给你听，哪怕多盆水往下淋。夏天快要过去，请你少买冰淇淋，天凉就别穿短裙，别再那么淘气。如果有时不那么开心，我愿意唱歌龙米借给你，你其实明白我心意，为你唱这首歌，没有什么风格，它仅仅代表着我想给你快乐，为你解冻冰河，为你做一只扑火的飞蛾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，为你唱这首歌，没有什么风格，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，为你辗转反侧，为你放弃世界有何不可，沙漠秋凉里带一点温热，有环境的眼神。